来请您欣赏相声《分河湾》，表演者金鹤兰、周鹤松，有请。谢谢大家啊！谢谢大家伙儿这个热情的掌声，谢谢您啊！哎，谢谢大家伙儿热情的掌声啊！哎，一上来就给大伙儿聊没电了，谢谢您各位吧！感谢啊，百忙之中啊，来德云社支持我们这些德云五队演员的相声。哎，希望您各位常来，这属于什么呀？放松心情，说明大家伙儿生活都富裕起来了，手里有点闲钱了。这叫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。哎，您的各位都是会活着的人。对，演员的任务是什么呢？尽职尽责的给大家伙卖力气表演。对，刻业业的演出，兢兢业业，没让大伙开心。对，就是高兴。好多演员可能说啊，名气都不大，是，但是呢，艺术水平都很高。哎，相声说的都是不错。好多演员一干干了好几十年了。嗯，对吧？当然说也有年头干的短的啊，可能我们头一场的演员就叫孟祥宇，对，刚从业了这么一年多，不到两年，嗯，但是艺术水平呢不差。我们听他说相声都捧腹大笑，那可不嘛。包括刚才这个刘春山老师，哎呦，这么一个快死的老头，哎呦，不要有这种希望，还得随份子。哎，那钱怎么都是花出去？我希望我的朋友们都长寿。越长寿他要孩子怎么办？哎呦，这个深山叔啊，这个今年岁数年长一些。嗯，我们德云五队也有两个稍微岁数大的演员。对，一个刘春山，一个李鹤彪，这是我们两个老前辈了。哎，今年都年长一些，然后演其实都二三十岁。对，刘春山差五十一，今年一百，四十五不算太大，年近半百。哎，但是说相声人年头干得多，小半辈子了，太厉害了。好多朋友来说呢，可能对他的了解程度还放在过去。哎，现在一提刘春山，这长年纪，前十多年、二十多年前特别精神一个小伙子啊，那在天津也是叱咤风云的。哎呦，这在天津相声界过去也算是半壁江山的存在，那具有堂口地道小十三妹之称。不说会的啊，相声说的也好，反正说再好，名气再大，我觉得都不如我身边这位老师。哎呦嚯，您说我呢？哎呦嚯，哎呦，要死呀！别老师咱不敢当，什么人就老师。我会能教语文，我是能教数学呀。不是都这么客气吗？一说这什么老师，那位什么老师？您别拿我当人。站在我旁边这个畜类拔萃的演员呢，这个姓朱，对，朱鹤松，是我。朱老师现在可以这么说啊，长大了不敢提，在德云社当中啊，那咱们明星大伙多的是。哎，对不起，在今天这台节目当中，这是名气最大的。我谢谢您。可以这么说啊，底下有一部分朋友，有人就是看他来的。哎呦，贺松心里暖洋洋的。对不起，相声说得好，本身自身幽默。哎呦，我这人喜欢逗冷门。就是开玩笑吧。嗯，这个幽默细胞。对。这个就是觉得很重要。你看说相声，包括搞喜剧都是这样啊，不是说你光努力了就有用的，是天赋是最重要的。哎，必须人得有点天赋，对吧？你们都说了，天津人是个天津人，就能说相声，不近人啊。天津人只是说有时候嘴碎，哎，爱开玩笑，但不代表他就是说，您说就适合干这个行业。那肯定，都说相声，谁听相声啊？对呀，对不对？还是得培养。哎，得学啊！你也得是自身喜爱，没错。打小那人都很用功，很刻苦啊。朱老师干的年头很多，今年可能岁数不太大啊。哎，但是说不大，今年也得七十多了。七十多呀？七十多除以二嘛。哦，今年我就三十二了，差点没算上来。三十多了，对，三十二岁，这就干了二十多年了。哎，我小前我就喜欢听相声，我追着听呢。不大点儿的这就开始说相声，我们这行话叫娃娃腿儿。我从娃娃的时候就有腿了，证明你健全啊！哎，健全。老话怎么说的？这叫七岁学艺，九岁净身。我太狠了，我就是这种。九岁静下心来说相声，静哪儿不重要啊？静哪儿不重要，就是男人对自己就得狠一点。哎呦，打小就干。
你说那业务水平差得了吗？啊，在家是祖师爷赏饭，谢谢了。人家干这么多年啊，这就是好，有什么羡慕？真羡慕，这羡慕嘛呢？不，这是天赋啊，对吧？你我就属于什么干不了愣干，不能。这些年真说白了，全靠您的帮助。这说这，这不扯我嘴巴子？你说这话，咋这么多人说这个？这不是说这个啊，哎呦，这话也不是我自己说的，哎呦，真好多人评论的啊。咱这个咱也不会逗人，不能这么说，咱就沾了您的光了。哎呦，这您才哎呦，认真吗？哎，我也自己。不能这么想啊，你得支棱起来，别管人家怎么夸卷你，你得支棱夸卷。这个词儿还真是挺厉害的，夸卷。这是怎么卷我？对，就我看见的也就是露着的。对，你不能说别人说你，你心里就别扭。哎呦，我不行，我要有这种想法啊，别说这人不行，就狂卷，不行。就不行，我就认了。不是认你，他说我不行，我就对，那我就我他妈就不行，这是混蛋，这是混蛋，这是。这半天你知道对面是男的是女的？你男女不是？我回去我好好学学，是吧？我也上网，上那个网上，我看点别人的包袱，我再说。对，我都干了这么多年，我要能学明白，我早就明白了。自我谦逊，这不是谦逊啊！我就认我属于祖师爷不赏饭，那你就换一个祖师爷。网上那评论就是你写的，有人这么劝，你是有小号，就不是有人这么劝过你是吗？你换一祖，他没劝我换祖，他劝我择一，你别择，你别换行业，你换祖师爷，谁让你换行业了？那换祖师爷不就是换行业吗？别呀。现在摆后台摆谁了？知道吗？采访你知道？现在祖师爷是谁呀？东方朔换了。我说换就换，不是我们继续拜东方朔呀。他们说我不是干这个的。哎呀妈呀！我信了，我简直不是干这个。你们都拜东方朔啊？你们都说相声拜东方朔，我不拜啊。我外行，不是你不是外行，那东方朔这祖师爷也不是说他发明的像，是一个精神的，他精神领袖吗？对，你换一个精神领袖不完了？那凭什么我跟你们不一样啊？不是你不是我换谁？你换你谁耐？你爸爸不耐你吗？你老爷不就够疼你的吗？我是我爸爸是怎么的问题吗？我爸活着呢。对，你爷爷还有吗？你爷不最疼你了吗？那偏袒不都给你了吗？这老板怎么一点没捞着？对，看不看？这女人我就说这不恭敬了。那也是相声老前辈进京来相，倍儿耐的，就那一孙子，倍儿耐那偏袒，多少钱给他过过去了？那钱都给我了。对呀、啊，都改不拆了现在。对呀、啊，你说你换成他多好呀？不是要换你爷爷。我不用换，我到过年我也得拜。对对，保佑你求他呀！我不拜他就不保佑我了。不是你拜了这么多年东方朔，他不也没保佑你吗？对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年年给我爷上坟去，这不也没保佑我吗？不是你不，我现在怎么着在家里，我天天拜就保佑我了。也不是大伙一块儿去的嘛，到那烧纸看爷爷去了，仪式完事儿以后，大伙往后撤钱，你再拿出一堆东西再摆上。再拜祖师爷，我爷爷是我祖师爷，要不我就没有孙子。我不知道啊，对，肯定有啊，那白眼也是外孙子呀。不是问题，你没有这么拜的呀？啊，我拜我爷爷，我爷爷本身来说已经很疼着我了。对呀、啊，偏袒给你了，可不带你，这已经算保佑着我了啊。那我这天天你这么拜，没有这么拜的，你说说你不让人同行笑话吗？别说你瞅着拜，你别说呀，姐们儿，他那么以后我就拜你，不是拜你。哎呀！对吧？以后把你拜你不王家，我带着我媳妇还给你拜你，每日三炷香。不行，老师，我那房不能给你。咱们家伙怎么着了？你俩不是偏袒？不行。
这是我们老娘刀给我的，能不能刀给你呀、啊，老君？在我现在心里，你就是我舅妈。哎呦，我操！我努力挣钱，给你挣一小两句啊！努力挣一个吧。你这不是有那么劝人的吗？不是，您就放我这意思，不用说这些了，我都太谦虚了。别人其实怎么说我不怎么。哎，就别不信，就是一看一乐儿。我师傅老说这句话嘛，咱挣这钱有一半就是挨骂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对吧？这种无所谓，就别人怎么骂没关系，你不能骂。我骂了吗？我，你刚才这个意思我就看出来了，你比他们还恶。不是，你换一个耐你的呀。那我们这谁耐我？就我媳妇耐我。那以后就往说不保佑我了，我换你耐。完了吗？你不卖我卖，我耐他。那问题你都是保着你呀、啊！啊，对，都保着你呢，咱得感恩，对吧？你也别劝我择业啊，对吧？在我这儿，咱能干一天咱干一天，我干不了大不了不干无所谓。您现在已经属于逗哏界了，就属于就头子，现在已经头部演员了，您可不能放弃啊！那简直是相声之不幸啊！那叫。哟，那是你的万幸啊！那不是，相声不幸，那是五千年中华历史长河当中的沧海一粟，就没了。之前怎么上价值了，是吗？对呀、啊，您坚持住啊！我再坚持啊，必须再坚持、啊，哎呀，终将会成功的，对吧？对。但是我说，我只是天赋不如您好，是您这是谦逊是吧？不，你别老说我谦逊，我这我天赋没有你好，因为咱俩从业年头不一样。哦，就我就多说了几年，多说那几年都很大。我那阵老买那相声盘，我老听，那阵我老是上板台桥底下买盘去。买吧，嗯，哪都卖盘子，对，在哪买都行，嗯。这个我们过去看这也是您光盘呢，包括老师教我，对，是这方面。但是啊，您也买过是吧？还教买过？就我不去把这盘哦，把这盘留，对对，把这盘留我太远了，对，下边你，哦，下边你，啊，这是重点吗？我呀，我是什么的？我说相声，我属于是半路出家。哦，以前就是在学校上学了，对，义务教育那种。九年义务教育，你肯定得上，是吧？对，这个、在那个阶段，其实我也没钱，我也是学艺，哦，也是搞点艺术，那可是人家艺术之家嘛。对，学艺的方面很多，你相声也是艺术，对对对，其他行业也有艺术类的。哎，跟相声在属于什么呀？半个同行，芭蕾舞。连相声都说不明白，我能踩那玩意儿？不是，你怎么算的半个同行啊？半个同行，戏子，戏子，戏子，什么叫戏子？戏子不懂，戏子是老年间对我这行业的尊称。有这么句话说的好吗？婊子无情，戏子无义，说的就是咱们两个人。咱们这戏子。我是那个表演相声的人，不我老表吗？哦，您就说您是戏曲演员，别给我戴着高帽啊！啊，别给我戴着帽，戏曲演员，一戴演员，演员这个词语很神圣，演员担当不起啊！啊，担当不起。您是艺术家，艺术家，你这你是艺术家怎么了？你是艺术家什么了？艺术家多长时间了？一个礼拜了。不是你怎么能你艺术家怎么我怎么不能艺术家怎么了？你有那卡吗？那卡坐公交不花钱那卡你你等我退休啊？那我退休去不？那是老年卡，这是嘛卡呢？就艺术家有津贴的那个坐火好多艺术家坐火车不花钱。哪个哪儿的艺术家坐火车不花钱？那铁路文工团那帮都不花钱。你们特定的团体吗？咱师爷和文先生坐火车不花钱，人是坐火车不花钱。艺术家嘛，那叫如果不是铁路的，煤矿的，到冬天煤火费不花钱。坐火车呢？得花钱。对呀、啊，那给你没了，你还想白坐火车？都你的了。那你凭嘛问的我？就我有那卡，为什么我是坐公交那波的？哎呀，天津不公交厉害，天津没有煤矿啊，其实。现在就公交坐，不是你是哪团的？在团吗？不在团。哦，就属于打油费。打油费啊？就自个儿烂餐。就我们这属于就是怎么说呢？啊，私企民营团体。哎，对了，跟德云社一样，民营团体。哎，对对对，这里也出现了不少的那个就是那个大师，好多那个票友级别也能成为大师。有，对，有有有啊。
当然说有很多的也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啊，你看那人家大团比不了啊。哦，您这唱的不错是吗？啊，当然了，我还行。和平区有一个票友呗，赶紧报名参加。过了21把，送好了礼，没准你能载歌投诗。能有算好事。能啊，这和平区票友呗，艺名小总也上了。小总艺，不票友呗了，小总艺。对呀、啊，那总艺有什么关系？跟大爷大娘们，你得微信群都加上。在那儿唱戏的，唱去长虹公园有吗？认识这帮票友以后，那太方便了。以后大润发很便宜，你就知道了。我录像，唰撒过去了。怎么着？好像我不说相声，相声不带我玩，唱戏我还得是那个业余的呢。业余，业余是身份业余，专业度可不业余啊，对不对？啊啊！你看这怎么叫专业的呢？专业，你在团体那是专业的。叫专业的。哎，某某某地方。什么什么团体？哦，对，喜剧团。对对对对，这算这个专业的啊。京剧院，这是专业的。哦、那我算业余。哦，您是业余的。我业余。您是哪厂子的？我是哪厂？不是您是私企吗？不是那种啊，工厂是吗？不是厂，就是一个土字旁一个那个场地。就是、啊，那在哪演出是这意思？我这人说话没出息，真的。你咋这么说呀？啊。在这个中国大戏院，中国大戏院，啊、在那儿，你在那儿唱，在那儿唱，你是唱什么的？你在那儿唱，唱什么的不能在那儿唱，你是唱什么的？那个场地往外租，谁不能在那儿唱？啊，你是唱什么的？我能问问。唱戏的呀。不是我那意思，我说你是唱什么的？唱戏的。唱什么的？戏。唱什么的？你要父母有条件再要一个。乐于散人六月寒，我现在倍儿凉，我都快冻上了。不是你，我这戏曲种类实在是太多了。多吗？南昆北弋东柳西方，您是唱什么的呀？都行，都行。那我唱什么的？我唱什么？我问问你，你都懂？别看你说的一套一套的啊。啊，你懂吗？我经常听戏呀、啊，戏迷。知道有一京剧神童吗？朝阳，我小钱儿。是吧？神童就一个，对对，他是那个全国性质的京剧神童。你看谁去的？我是那王庆国那边，还挺地域性的。这个南昆，南昆唱昆曲，昆曲这你行吗？我行啊，来个昆曲，昆曲桃花散倍儿雅，哎呀，我嘴里有耗子，那没事，我呀我是。前边乐，后边乐，不是前边没乐，嘛两边演员乐。看一下这俩是你上的。别乐。昆曲，你行啊，我行，你行，你行，你行，我不行，你也不行啊，我不行，我不行啊，不是唱昆曲，嗯，北弋，北方弋调高腔，弋调高腔你可以吗？可以呀、啊。这也行，我那次老板那儿买盘去，嘛盘都盘呢。对，我不是唱弋调高腔，东柳都唱柳子腔，这个最拿手了。快点来！哎呀，手捻河谷，眺望远处。我不是唱这个，没想着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不生气，没事，柳子腔行，哎啊，这个西方梆子腔，干嘛呀这么着重啊？梆子啊，梆子这个你是不是差点了？尤为拿手，你会修脚吗？这跟戏曲有关系吗？这？哎，我觉得你什么都会，这盘里不得有吗？没有，不聊了他吗？没有，八卦没有，没有，我操，没有没有，都没有啊？猜耳没有没有，戏曲别那么多闲班啊！说谁呢？你呀、啊，我还都闲班。对，咱聊戏，要没我现在都是闲班，你知道吗？咱聊戏就聊戏，一会儿这东西咱就提半了，给我节奏全打乱了。这样节奏，你还有节奏呢？哥，你最大的节奏，我就是写百戏，你知道吗？这有啊，戏曲啊。我是唱梆子的，唱梆子的，对，河北梆子。
你是唱河北梆子的？你干嘛呀你？我太爱听河北梆子了。如果你不曾后悔，就请来我们河北。不曾后悔来河北，人家是河北省，你这是河北戏。河北梆子，我那条没走黄粉肠那个。河北梆子太好，我打小就听啊，爱听那个。我经常听那名家的那盘子丢钻儿了，我听的。什么叫丢钻儿呢？好多名家，咱是如数家珍啊。啊。小白玉霜、孟广禄、臧科、黄元曾，没有一个唱河北梆子。没是唱河北梆子的。黄元曾。最可气的，冯远征，话剧也算，话剧也算剧，算剧，鸡皮毛也算，相声也是有。行，你不用琢磨好多名家，聊别人，我儿来，耐你的，经常对你多听听，对听、你在中国大戏院唱河北梆子，我在那儿唱啊，哦，我是在那头排。那挺厉害的，那、当然了，当然了，裤衩找我，当然了，哎呦，戏曲演员嘴里也那么老随溜的，就这样，这个戴当时就很红哦，当红，有这当然扫听扫听，怎么扫听啊？这个38号，蓝了，就是我，你就是那38号蓝了，哎，听过我，天津四绝之一，那三绝是吗？麻花草。把管擦到楼里拦了。我这都跟领导都差不多。不是，就还行吧。挺厉害的，太棒了。对，有机会啊，有机会啊，好啊，有机会，你要你得到那儿找我。你想听戏了？上哪找你？哪找我们家找我？不是，我上哪？你告诉我呀。大中国大戏院找我。我上中国大戏院。对呀、你到门口，你不是想看我呢？你到那儿找我去呗。对吧，可能人家有门卫会拦你 啊如果说不让你进啊，你就买一张票怎么能进来？我上那买票听戏去，我不上那找你去。我在这德云社这演出，我为了找你，我跑趟蓟县，不值当的。咱们今天你等会儿，你刚往蓟县干嘛？中国大戏院不在蓟县吗？不在广州那儿吗？不是啊，中国大戏院在蓟县。对呀、棒军，棒军有时候都他妈旅游的，谁往那儿看戏去？河北棒子吗？蓟县是河北吗？不是，天津。我们滨江道，在滨江道上唱京，唱河北棒子。不是在滨江道上边唱，下边。人有神鬼。我们不在这主街上，在那小马路里边。天河城，天河城唱景区，那我咋没去过天河城呢？景区对面，佛像医院，没意思了，要这啥？这就没劲了。佛像医院不能算北省道啊，不能。这面，天河这边国际金融中心，在那上唱，那也不是北省道啊。中间再算一面，四面呢？对呀、四面。我跑那说两面呢，我跑那拜四面佛去了。你爱玩吗？你爱问不行。对面，我从对面。哈尔滨道上。哈尔滨道上。嗯。哈尔滨道上。那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在蓟县。我就在棒军，是吧？我就在棒军。棒军，那阵我们老去买那个酱豆腐，是好事儿。行，可以，行吗？行，对，马几单都有。那我这，咱别等有机会了。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，今儿咱们去蓟县，不是不去蓟县，看着您了，一聊起这河北梆子，真心里想不想去蓟县？不想，想把户口迁到蓟县，我不想了，我这心里就是热热乎乎的，就特别开心，特别高兴，高兴好，谁不高兴？然后就我不高兴，不是，可挺高兴。今天您在你认为在这儿一展河北梆子戏猴怎么样？这词儿还挺长啊，你那意思就跟这儿唱一。你跟这儿唱一回行吗？行啊，来吧，展示。这有什么不行的呀？啊！但是我唱戏，我这人来说吧，一个人来不了啊，我得有那个团伙，团队呗，跟你搭着唱。对，我们有的搭戏。我跟您唱，你对呀、我不是瞧不起你 啊你行吗？
我啊，问我会唱河北梆是这意思吗？对啊，从小就唱，咱家嗓子特别厉害，好多那个名家，那老师们，河北梆的名家、京剧名家、话剧名都夸嗓子好，都夸你嗓子猛不着边儿，没有头，你看嗓子有点太宽了。对呀、啊，这咱打小就喊呀 啊，哟、嗯，自然就好。啊！卯着边儿，太好了！哎呦，再来一遍！这要把手伸进去，直接就卯到位呀、啊！你们喊嗓子这么喊？对呀、啊，这一喊完了，老是亮堂，挺忙的。打小这么喊，倒仓都没倒坏。嗓子好，匀手，匀手，匀手，哎，匀手。你这要发波啊，你这人草都有啊，对，这是吧，哎呦，你看我哪个戏曲里有一个夜这个都有，这都有啊，你咱那小仙范儿，这俩胖啊发福了，小仙我那范儿一出来，那好多老师都说，哎呦，这孩子这范儿太十分人了，这孩子太十分人了，太鲁了，太鲁了。朱老师，虽然说在天津，咱也尽量捞着点儿，咱照顾一下外地朋友的心理。这词儿，好家伙，太拿人儿了，什么人？这范儿太老了，太浓了。这词儿捞龙汤，不懂腿撒了。咱唱的差不多了，十年了，这才加过二，还他妈没入伙呢。等我，你能说咱没闲班吗？能没闲班吗？半个小时了，我刚入伙。跳一曲，咱唱一曲。经理是你妈鸡，给你时间你不用，非得用时间以后的功夫。来吧，您说吧，您说一出戏，我就唱。小花，不是你说一个，我说有。这帮子唱什么？分河班。董戏。多新鲜！这是董戏的人。分河班这出戏被称为是百戏之祖啊。也没你看啊。咱分分角色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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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行不行？哎，这样我来一个薛仁贵，薛仁贵好不好？这你能来吗？我可以呀、啊。你能胜任你来。您来一个柳银环，柳银环行吗？听名字我一个女的，对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咱俩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吗？夫妻两口子就没有用上。哎，那不一样啊。咱俩两口子啊，两口子。那我丑话说在前边，您说，里边不能加床戏，放心，咱是河北梆子啊。对啊，咱们是咱们不会有那些的。我怕你瞎改，我不会加点床戏啊，对吧？想看我，你这不行。不会，我现在这样啊，我改了。别老瞎弄。是是是，对对对啊。别老，那角色咱分完了，分完了，您受累，跟我往后搭的桌子行吗？行吧，可以，来一块儿，来一块儿，来，使劲啊！我来吧，这身体条件太次了，不行不行，最近有点楼贫了，吃点那枸杞呀、啊，什么麻仁胶囊什么的。哎呦，哟呵，大力士吗？这不，这从小吃果菜长大的，大力水手。还差一把椅子，是您拿还是我拿？我来吧，来吧。这还有人有这要求的吗？这些年没见过那么客气的。我来吧，我来吧。哎，拿一把，拿一把那好椅子，拿把那贵的。哎呦，这这么多椅子，就挑这，这是电镀的，这是。就坐吧，行了，差不多了，这、哦、就不错了啊。是一会儿让你加班了。您介绍一下这舞台的走位啊。这桌子前面为前场，桌子后边为后场，这边是上场门，这边是下场门。你猜我听到？哎，没事，我自己我巩固一下。这是哪？前场，这就是前场。站这儿，这是前场。要在那边。上场门，这是上。
要在这儿呢，后场；这就好。那边呢，下场门。这就分明白了。对对对对，这哪？前场。这儿呢，上场门；这儿呢，后场；那下场门；这儿前场；这后场；这上场门；下场门；后场；下场门；上场门；前场；上场门；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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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么小众的傻狗不多见。这侮辱性太强了啊！傻狗就傻狗，咱别小众，太小众了，我能当鸡娃娃吗？来这儿做戏了行吗？还是唱戏了？来这儿做戏，我还得说你再问一点啊，咱们是不是得穿着唱？你这么热，不是热，我们唱戏都得穿着衣服啊，我们得穿寿衣。你今天过生日，我今儿想死。别拆，大过生日别说这不吉利。谁过生日？你不想穿寿衣吗？我们唱戏都穿那个寿衣，外行。我们专业用语那叫戏服，对，戏服，戏服，戏服，咱这没有，德云社不算戏服，华服，华服，华服也不叫，不是，这德云社不有吗？这个麒麟剧社，麒麟剧社那过脸找谁都要那蟒袍，对吧？对对对，不都挂咸鱼卖了吗？哦，踏着咸鱼的那个。不是我们有，我得穿点什么吧、啊、那我也就是穿这大褂长衫那我好歹化化妆，化化妆咱俩分点角色，一个男性角色一个女性角色，容易让大伙产生混淆。俗话说得好，人靠衣裳马靠鞍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咱是粉盒碗不是猪猪侠。这个不是出去，我这是什么呀？女人居家穿的肚兜，女的过去就属于内衣嘛。哦，这是那个肚兜啊！哇，这就是那个银锁链吗？银锁链，对，啊，这银锁，嘿，这太棒了！这，咱们现在归后台开始，归后台开始做戏了，开始做戏了啊！唱河北梆子必须一丝不苟，不能马马虎虎。对，都给录下来。这是郭德纲，叫吧。谁呀、啊？你呀、啊？跟着。对，叫合适吗？合适。啊！你嗓子也不错，好点儿。那确实挺适合人的。太鲁了，叫板跟谁叫板？不是跟谁叫板，戏里边得叫板呀、啊。戏里边啊，叫板对呀、啊。板，板不是这儿，冰山儿该来了啊！告我呀！我说这个你臊得慌干嘛呀？我都没脸红。我就来了，丁山儿该来啦！丁山儿该来啦！我这喊山来了，刘江鱼，我喊丁山儿，不是不是，你得有韵啊！来，你呀、啊，我对，明年行吗？你让我再准备准备，你等老二再大点儿的，太大了，太难了。你这事儿怎么还这么淘气呢？怎么是戏韵，干嘛呀？戏韵，你别老有的没的啊！戏韵，我说你别老说那也那么淘气、啊。你戏韵，丁山儿啊！丁山儿啊，丁山儿，丁山儿，你光拦着我干嘛？这点这是门帘倒板，这好像是那个门帘嘛，门帘挡着点，我怕你害臊。是挺害臊。丁山儿啊，丁山儿啊，丁。
头干什么？咱说话讲理啊！啊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门帘啊！我扶点门框怎么了？哦，我扶着点嘛！一下一下击打我的足三里，长道了。冰山儿啊，该来了！得得得，大气大得！噔了个噔，噔了个噔，噔了一根噔，噔了一根噔。等一根那根儿，巴拉浪浪。你大儿啊，该来了。得得得，大气大得，噔一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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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噔一根那根儿，巴拉浪浪。冰山儿啊，该来了。得得得，大气大得，噔里个噔，噔里个噔，噔里根噔，噔里根噔，噔噔里根拉根，噔啦啷啷。呀，我去！前面有套狗的是吗？大狗脏的，没有，后边有狗食啊。哦骂的合适吗？没有，我不饿了啊。都得吃，这就哎，幸好我走前面了。不是你得唱，你往后跑什么呀？唱什么呀？唱你的词儿啊？什么词儿？我的儿分合万千曲大雁，天到了这般时，不见回还。蒋慎儿坐置在瑶门以外，等我的儿他到来，好把。晚餐，餐是吃，那吃就是餐，吃餐一个样而已。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吗？要不你快去找。冰山儿啊，该来了啊！得得得，大气大得，噔里个噔，噔里个噔，噔里个噔，噔噔一根拉根噔。根儿啦根儿里个这根儿当，我的儿分合望，前去打雁，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，蒋慎儿我坐置在。噔噔噔窑门以里以外，外里外外边还有，那也叫外。以外就以外，等我的儿他到来，好把饭吃。餐是餐不一样吗？那也得是餐，吃西餐。还爱吃个麦当劳。拉弦儿。我该上场了，你该上了。对，说吧，貌不着边来吧，妈来！我都听出铁丝儿的音儿了，咱换四弦吧。咱换就咱桥边四弦吧。当里根儿当。这是鹦鹉，这是萨克斯，这是当当里根儿，哎，这行，哎，这是，哎，这就行啊！妈来！当里根儿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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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当里根儿，里根儿里根儿当。羊嘴当，当里根儿当，当里根儿当，里根儿当，当里根儿当，里当当当里根儿，里根儿里根儿当。羊嘴当。当里根当，当当里根当，当里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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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里根当，我一张嘴你就别拉了。我拉的时候你别张嘴呀。我老想扯个热乎，我这不告诉你了吗？这告诉你了，打住打住，停。这什么？打住。这打住。对呀、啊。你写错了。你以为呢？我以为我俩气回的。这么多十多年，连这点摩斯密码都不懂了吗？我拉了，我以前最多拉。
哎呦我到时间了，哎呦我唱戏了，妈了！当里根儿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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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当里根儿当，里当的啷当里根儿里根儿里根儿当。让鬼做事太多案件，里根儿当。飘零结舌万通明然黄阿全，里根儿当。正催马来用木盒看，建议那是这么有钱。大嫂前来接礼，当里根儿当，好艳，哎呦！大嫂前来接礼，当里根儿当，当里根儿当。讨厌，我怎么那么讨厌呢？大嫂前来见礼，越发的讨厌。没完了，这说话呀！还礼了，还礼了，那军爷放个大路不走，失礼为何呀？还礼了，还礼了。您忙啊，忙什么呀？还礼了，还礼了。坐下呀，坐下，怎么站起来了呢？换力量，换力量，他先活着，唱唱唱唱，分分。大嫂前来接礼，我坐着站着。换力量，换力量，这位金爷放着大路不走，是这位哥。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？天津市。我的委屈见不到。你得说戏里边的词儿啊，戏里什么词儿？龙门君，这是天津卫。龙门君，还真滑。龙门君，你忙什么呀？龙门，你坐下，你坐下呀。龙门，我问你了吗？我问了吗？毛囊都那么大，太昂贵了。大嫂前来见礼，还礼了，还礼了。这位军爷放着大路不走，是礼为何？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？龙门君，此庄名德云社。没错，德云社，真德云社。大王庄，大王庄在河东呢，这是河北。那也得是大王庄。小王庄不行，大王庄，大王庄，忙什么呀？忙什么呀？九号姓。大王庄，坐下坐下呀，在这一出一冒的，随报啊。大王庄，问你了吗？你说俺不过了啊。没完呢！大嫂进来见礼，还礼了，还礼了！你们今夜放着大路不走，是礼为何？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？龙门君，庄你大王庄，大王庄向大嫂打听一人，可曾知晓啊？有名的不知，无名的不晓啊！我不认识，我这大门不错，你得认识啊！我问你，你得认识啊！有名的便知，无名的便晓啊！又都认识了，都熟人，都老常客。不是，有名的便知，无名的不晓啊！对呀、啊，有名的便知，无名。等会儿，有名的便知，无名的，坐下。哎呦妈呀！有名的不知，无名的，你先靠。见礼，快。还礼了，还礼了！这位军爷放着大路不走，是以为何？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？本君此庄你大王庄，大王庄向大嫂打听一人，可曾知晓啊？有名的便知，无名的不晓啊！提起此人，可是大大的有名。难不知军爷问是哪一家所在？刘员外之女薛仁贵之妻，那刘氏银环。
你问是谁？刘氏印货。刘印官呐，正是出太虚的呀。我去你的。又扛你。感谢您，这个腿子活分合分啊！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又不是几点了啊？7:30，韩梦云上来，就人家保安说了，哎呀，他们俩这节目就是闲班多，你这话人说的真是太有道理了。你上的什么网啊？就那个骂憨的吧？咱下来换一换那澡堂子网，那有嘛意思？这个。好多朋友可能真是喜欢相声来到我们这个德云社，但有一部分朋友就专门就是喜欢德云社，人家才这儿来的，真是对，哎，就喜欢我了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，有好多朋友真是捧着听，可是好多节目，你说这个今天整台节目哪个段子大伙没听？还真是都很熟悉，哎，对吧？但是每天的表演状态，为什么我爱跟朱老师演呢？每天都有新鲜感。就是今天呢，我们的表演好与不好呢，就是跟大家伙真有直接的关系，因为他的包袱不一定每个观众都能听得懂，但是今天的观众很优秀，哎，80%包袱你们都能听得懂。你看这好几个人，他都强模子也乐。这有时候我们天天有人见天演，有时候回家演出啊，会带一些家乡的土语包含在里边，但是有好多词儿，你们去外地人确实听不明白啊。对，但没想到今天这天津的朋友还挺多，好多词儿人都听懂了。我们选择比较高级的语言，是的，鲁，要是您听错了，我说的是史蒂文森。对，你这个说话有点连齿儿，我这齿的是派出所，派出所啊，对，齿子，史蒂文森啊，吃饭，吃饭，是，这字儿吃的太不长了，是，对，哎，听一乐吧，哎，啊，对吧？就是现场可能有一个氛围感，大伙儿听着吧，还可能还好。这最难受的就是这个视频发出去，坐在那个电视前面或这个手机前面。多词人确实听不明白，一头雾水。哎，对，哎，大伙儿来了，咱不为别的，咱就为现场这些好朋友，上百位朋友，咱就为你们服务。哎，咱今天不当相声演出，就当是晚会。啊、对了，大伙儿来捧咱们了，对，这是演员的荣幸。嗯，这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真是这样。对吧？演员也没有说多大的能力，嗯，只能多说点儿回报您各位。对吧？那大伙儿有常来都知道，我们晚上演出是7:30到10:00，10点准时结束。我10点才刚入伙。对，10点没入伙啊。前班也是多点儿，你前班就多点儿，前班也多点儿。对呀，这一是说一演演到10:30，对吧？多说个20分钟半小时没关系。哎，我们哥俩吃饱来，不扫油不扫电。对对对，行，开心，没高兴啊。当然我也说了，有一部分朋友就是看朱老师来的，哎呦，真感谢你。都知道哈，都知道有大哥很巨匠，就为他来巨匠。哎呦，这人真是巨匠，说什么都不听。宁，啊，宁总。哦，这个人来说吧，朱老师啊，人说心里话，我觉得吧，尤其近一年多，其实压力挺大。嗯。有这个大演出、小演出，包括综艺的节目什么的，挺多的。哎，我就耐惹人了。是去年可能还好，去年可能就是小剧场跟商演。对，今年呢还加了个综艺啊，自己录了好几个综艺，录了一个抖包袱，录了一个这个单口喜剧。哎，这个虽然说名次不是特别的理想吧，正在参与，正在给弄出来了。哎，第一个去的，第一个回来的。但是咱心里想着重在参与，咱不用说非得拿着好名次。一个相声演员在脱口秀那舞台上，你能拿多好的名次？哎，对吧？充其量不也就联合行那点儿？哎呦，我们那老师可真厉害啊！嗯，人家现在基本上属于跨界比较成功的。对，咱出去走走，长长见识就可以。哎呀，咱就是看看别人都在干什么，都在学习什么。对，去之前想的挺好，去之前认为人家这。
录怎么也得在那儿能录个四五期了。哎，到那儿我以为我觉得我怎么我拿王建国了，拿了呢，还给这田连马挑战了，这笑死我了！挑战国王，挑战王建国。其实你们俩风格还比较相符，四十四个人坐那，谁挑战国王没人说话，我啪，我跟父皇在这，我们俩。你看结果也不一样，人家父皇走到了最后，你第一个就回来了。哎，朱老也行，也算那儿不错，但是当时写这些稿子的时候挺费劲。哎。哎呀，准备了四期的稿子，嗯，录了一期就回来了，导演都没想到，可讲的挺搞笑的，这么一道劲儿，我听都没乐，就说的我都没乐。行，咱下回吧，明年还是。其实舞台感觉不一样，对，这咱说心里话，真是一个人站在舞台上跟俩人站在舞台上，你感觉肯定是不一样。对，一个人站在舞台上没乐呢，就想死，俩人就想死俩人。不是，您别说吧，俩人互相还有个帮衬着。对呀、啊，我一说完不行，下一鸽子他们家去闹，让不落。对，我就扑下去了。啊、嗯，我是那狗。太谦虚了。对吧，你姐，而且观众群体也不一样。真是，你在这个舞台上打火，可能认识你。知道，没错，捧着听，在那舞台没认识你，哎、对吗？纯素人，在那一个舞台上，你跟一些专业的选手去比赛，很吃亏的。哎，底下主要是自个儿不行，哎，对，自个儿不行，哎，不用说出来，哎，不用说出来，对，外界都这么传啊。确实，咱包不够好，对，咱创作的方式也一样。哎，对，那我自个儿乐得嘎嘎。不乐，那肯定用不了，放心，你做的大大的包袱，台上没有问题。我们俩弄的节目也是，台底下弄一个新作品，弄完了，好在台底下乐得不行了，憋泡出来了，好像上不上起来，躺地打滚就乐。我也没见过嘛。哎呀，台底下是什么样，台上就多想死。经常这样，经常这样。我师傅就跟说，你们经常设计那个包袱啊，就是关起门来，屋里就这四个人，就你们四个人懂。乐得翻来覆去，走出这个大门，没有一个人听得明白您说的。我俩前脸还给我师傅说一回了。那这就说完以后，我师傅的评价就是这个。对，就你们四个人往屋里一坐，乐得嘎嘎的。老金老师，你说话也不说话了，捧哏啊。大过年的，大年初一，凌晨给我师傅添堵。说话呀，你不捧哏吗？说呀。咱认识有时候，有时现在也行。现在好多老师现在看你创作啊，对，都是弄那些拿文本摆出来，你觉得可乐的那种。哎，就跟原来那故事会头一篇那个。看着就乐，对对对对，弄这种文本，演员再给他演出来，嗯，不能说我咱们自己觉得好玩，这确实小众点。哎，确实，就咱俩也没有小众，小众一点啊。在座也还好，心态比较平和，就是参赛前压力大。哎，对，你没去之前你不知道是什么结果，对对吗？您这当然，哎呦，你这玩意儿到那儿，你万一对吗？你输了怎么办？对。对吧？这一期我要回来怎么办？不能怎么办？丢人呗！我就啊，就想着台后你要得冠军，又写一篇演讲稿，哎，没词儿啊！因为自己也琢磨，也是，哎呦，最主要的还是文本，我写什么内容啊？其实也愁得慌，犯愁，也愁得慌，睡不着觉，一宿一宿的掉头发，一把一把的。哎呦，真是也难受。嗯，原来我是戴玉强那发型。对不对？其实演员呢都有这么一个小阶段，哎，都有这么一个过程。对，朱老师已经算不错了，哎，抗压能力大，抗压，他已经算很聪明，反应能力很快了，对吧？创作能力，我认为他很强。嗯，对，你说张鹤琴能创作，啊，咱承认啊，刘春寨能创作，对，这都行。你创作到极致，不也就是台下创作吗？对，朱老师台上创作能力很强，你这玩意儿你了得吗？聊到哪儿说到哪儿。对，就是每天来的观众都会有新鲜感，这是人家最主要的。但是这对他来说，其实有时候常来的观众对他来说其实压力很大，心里边别扭，也琢磨，哎呦，天天我要说什么样的人高兴，人家爱看的，对吧？也难受。你看有的演员嘛，有弄一些所谓的解压方式，嗯，有烧饼，烧饼前几年压力大，精神衰弱，开始也不行，睡不着觉，培养点这
让精神啊注意力转移。健身嘛，哎，运动一累睡着了啊，健身锻炼身体也是方式。对，我们有着有眼睛唱歌去，出门啊唱唱歌，卡拉 OK 解压啊。这我是属于爬山，我爱旅游。他太晚，他腿溜开了。最近是爬泰山，爬泰山夜爬，人家4到6小时到，我们爬了8个小时，哎呦，从那边下去。对，这也在我也属于这个，我就觉得挺放松，对，心情挺好。嗯，包括有的那个演员就是喝酒也行，哎，我们喜欢喝点酒。朱老师也爱喝酒的，朱老师刘春山，嗯，前面有安修峰，对，李和彪，他们几个岁数大的一块儿带，安全感十足。他们属于爱喝酒，而且属于能喝的啊。朱老师基本叫白酒啊，多了不敢说2斤。我二斤白酒没多少，也吐啊，也不说2斤完了，还在讲，反正不是那，对对对，别往里面吐味儿，对吧？钱大爷都不行，对吧？你何况他呢？明儿再好是狗，明儿又做。他就属于能喝，一喝喝一宿。有时候我外地出差去，在外地演出也10点多钟一下来，回去洗漱一下，基本为10点、11点、11点半，嗯，就开始喝，一喝喝到什么7、8点钟，被我老喊，走，老朱报喜去。去哪儿报喜？就是喝酒的啊，报喜去也是一喝喝一宿。嗯，我就不行，我属于没酒量。哎，我属于什么呢？你要别人要是白酒、啤酒的都不行，啤酒怂人乐。哦，怂人乐啊，就那什么。勇闯天涯吧，六数低，那低，哎，一瓶儿啊，基本倒那我就能睡2天。那是缺胶，你这不是酒，你是缺胶，就是喝不了。白酒更厉害，啊，白酒的话就是一坛，不少，一坛都不少，这十来斤有5斤的整的。一坛吗？不是这么大的坛，这个我知道，放在酒杯里面，拿出来往嘴里一弹，俺乐死。没人上来的事儿，太阳穴上，就是确实不能喝，不能喝。桌里边是这个老喝酒，这也惹祸。他媳妇儿也是这个我们这个德云社的舞曲里的一个优秀演员，咱们不提是谁了。其实脾气还算比较不错，但也忍不了天天喝。他不喜欢喝酒，对他怕什么？怕出事儿。对，尤其有人回家了。不在外地回来了也是天天外边跟朋友们喝酒去，成宿不回来，人家也担心。对，对吧？也跟人说你别老这样，天天这么喝，这还过不过日子？真是，对吧？你真哪天外边真死外边怎么办呢？真死家里也不行啊，死了嘛里外，死家里边能给你找地埋了，你死外边也得给你找地埋了。对吧？少喝，别老喝啊！再喝你就以后别回来了啊！也跟他说呗，是他这是，哎呀，这叫什么话呀？对不？我交朋好友，我们外边就得喝酒交朋友，文明点对吗？你哪能说不让我外边喝酒，我们在这干聊天啊？是哪有这样的，对不？但是媳妇儿话也得听，朋友这边也不能做了，有时候也跟媳妇儿编瞎话的。前些日也是喝酒，一喝喝到早晨7点多，到知道这点不能回家，一身酒劲儿，哎，酒气儿也没下去，回家这准打架。找个地儿先睡觉，洗个澡，睡一觉，睡到下午5、6点钟了，酒劲儿也过去了，味儿也散得差不多，再回家。嗯，一到家，媳妇还在那坐着呢，抱着在上面等着他呢，还知道回来呀？再晚来10分钟都准备给你消吐了。还体贴。我都以为你让大卡车给撞死了呢。啊？又喝酒去了吧？没喝酒，没喝酒。没有，这我给你解释一下，今儿晚真没喝酒，没喝酒一宿没回来，干嘛去了？我能干嘛呀？我昨儿去谢鹤兰他们家，在他们家我待一宿，我们俩弄活呢，我们俩研究研究新作品小包袱，我们俩乐得大的。啊，媳妇一听这话，你喝酒就喝酒，别赖人谢鹤兰，碍着人家什么？不，我真去他们家了，我们俩聊了一宿。这话刚说完，他媳妇伸手一打劲，他还去靳鹤兰家了。靳鹤兰昨天在咱家待了一宿，压根没走。去你的！今天演出到此结束，感谢您的光临，祝您晚安，我们下次再会。